如海边的哈，咱那个龙王丹一带嘛，咱讲药价皮包木农，你妈奶奶比你的虎皮皮，咱讲药价价格也一段，百文钱三千一，最低价位露出六千亩个，梅兰的十多年那个十多亩嘛，皮包开发嘞。这嘛也谈那阿奶奶，你身边的那当然来龙安市政府的皮包开发嘛，如海边的哈，金龙银山也还弄那把木呢，也讲也咱也是也嘛，六一些对新的开发叫，咱讲药价呢，没担心木药皮包的药价这个，包木皮包的也来皮包嘞。 我们也完全有感染，武汉有感染，但现在那个是啥道理啊？那个不晓得有感染，连一天一天嘛，就保护的，哪里来的？所以他还有说不来的，说但是三亚都全部的，但是那不得的，就是那个地方的嘛，我们要提前部署，稍微要提前，就是把人弄过来的，对吧？第二个吃个肉，那个肉啥子都不要的，你就不要那个的噻，不晓得有感染的。 你古在有卡，你卡阿平，金龙一打不动嘞，阿卡，股票皮包木嘛，奶奶奶奶奶奶，就是他胡说八道，你有卡皮包木，钱包木，但是你们你这股票，这些后面上头股票，是谁拿的？本文件在线的不得被，人还比你加买一台那也，都得在那皮包店呀，进来的大瑞嘛，银龙应该风水旺，你把大瑞养皮皮，一里来他瑞个，京东来了，就是上月做嘛皮包嘞。 金融在炒股，讲我金融老公师傅，他说我的金融在炒业，奶奶的，都是也，这里通胀的呀，那我膝盖在走的呀，路差的呀，我的，都是啊，出这边进来的，炒股，江边那边的，都是明白家的，是吧？然后底下的我讲了说啊，你进都不一样，把都这边可以用的，江边江那的，都看我的，你进的，都比不过，他们把什么都不要了，底下的先，你都比他的。 我比必须多哦，那都也理解你嘞。江都江那里也是比都太多，要许多，上月多不是生气。若海边嘞，今晚也谈谈奶奶，咱讲要个八万，我小外边啥的要个皮包木那个，小些那一段，十对包多，明天就来的嘛。银龙在东水门一带的嘞，本文件在线那个五十倍上月多嘛，皮带咯。若海边嘞，今晚也五十谈谈木个表白嘞，人家。